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今天是七夕，外面这么热闹，我就知道你肯定闲不住，会出去玩，所以，我来这里逮你。逮我？你不会是想要去太皇太后和皇后娘娘那儿给我告状吧？告不告状，要看你的表现啊。 跟我一起出去玩，我就不告状。看他干嘛？他不许去。为什么？你想清楚啊！如果你不肯的话，我就去告诉母后，到时候咱俩谁都出不去，说不定还要讨几个月的禁足呢。用不着，我会保护他的。 阿杜，还能在我们泛舟吗？船家，二位客官，现在夜已经深了，我已经收工了，二位还是明日再来吧。船家，你把船租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划。啊，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多谢。 大晚上来这儿划船干什么？还不如去市集喝酒。你这女人，每天只知道喝酒打架，太不解风情了。说的跟你很解风情似的。。你之前圣木鸭子落水时，不是说你没见过船吗？